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held a dinner reception in celebration of the 97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招待会。 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 2024年7月26号晚，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招待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锡联， 国防武官李建中， 非参议长艾斯库德罗， 外交部副部长德维嘉， 非军副总参谋长巴兰东， 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严洁篪， 司法部副部长卡蒂兹， 国警监察长杜莱， 卡加延省省长曼巴等军政高层和各界人士， 各国驻菲外交官、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代表等约400人出席。 黄大使致辞表示，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最近中国提出倡议， 呼吁核武器国家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或相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再次证明这一点。中国始终是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机遇。日前，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体部署，将向世界释放更多红利，促进互利合作与共同繁荣。 中非千年友好不能让海上分歧定义甚至绑架中非关系，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近期双方经过密集磋商，就仁爱礁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珍惜中方善意，共同管控局势，早日恢复海上安宁。 李武官阐释了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介绍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发展成就，回顾了中非两军交往历史，呼吁两军关系重回正确轨道。招待会现场举办了图片展，播放了宣传视频，来宾对中国建军节表示热烈祝贺，并对改善两国两军关系建言献策。招待会气氛友好热烈。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